发起武器。 先不打了，暂时不打。实乃得龙望蜀，传遍天下。 奋战，则战无不胜。他们就该是如此下场。熊熊烈火，今日又得重燃。开战！ 众将听令，目标只有一个。 直说。
快点。 大义，释放怒火，消灭敌军。 黄天当立，点燃激情，痛击敌军。 扫清六合，天下才能平定。
烈火燎原，见识一下我们的激情。 目标只有一个，准备作战。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，如此拒绝，真是无礼。 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恪守仁义，怎么养活军队？ 杀敌。 不想休兵，那就去死。
得陇望蜀，非善类也。惹怒了，你把我们惹怒了。尊便，很高兴见到足下。敌军，方静候足下答复。足下如此，我心甚慰。信封一致，胜券可期。侵略如火，进军。
就绪。冲猎者。受邀其人，做好准备，准备就绪。冷箭在手，时机已至，敌人援兵已抵达。我讨贼，轻杀，砍翻他们。前进，集合兵力，将军有难，急需救援。
却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士兵正在溃逃，箭矢听命，时机已至，准备开战，顽强不屈，进攻，准备就绪，看箭，听命，时机已至。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顽强不屈，准备开战，尽情厮杀，准备就绪，片甲不留，鼓起勇气，尽情厮杀，准备开战。停，停住，停止射击，顽强不屈。我军士兵丢盔弃甲，真懦夫也。准备开战，加快脚步。敌将受首，贼众溃不成军。准备就绪，停止放箭，不要留情。停住！注意，速度前进，赶快赶快！我们已经占领敌军哨楼。军如有天助，气焰大盛。快去！我们的宽仁已经到极限了。
双方百姓皆血流成河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乱军终于得以平息。还是有些用处的。对我方颇具威胁，必须加以对我方颇具威胁，必须加以铲除。只能忍了，真是无礼。
大业为重，奋战不息。原地候命。算我求你个人情，我等已达成目的。请下命令，稍事休息。为了大业，尽情厮杀，进攻！点燃激情，痛击敌军。只能忍了，真是无理。